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重视，每天都要练一练。就这玩意儿它能有用吗？买了，动了动就再拿视频里的颈椎按摩器来，咱们拆看一下。哎呀，这么大个啊！好，就是一个这样子的，还送了一瓶精油，我想帮大家试一下，感觉怎么样？哇，好像是有感觉。哎呀，它这个头上面是这种硅胶的，不会那种很硬的，咱们实地测试一下。为了测试更严谨一点，我先这样子低着头玩半个小时手机线。现在是晚上的7:25。兄弟们，半个小时终于过去了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这脖子要废了。哎呀，咱们先涂一点他送的那个精油啊。OK， 可以了。然后咱们用上这个按摩器。哎呀，确实是有用的，它不需要你用很大力啊，通过这个惯性把它这样子稍微拉一点，然后呢这样子收回去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哦，它这个力度呢是完全靠自己掌控的，你受力呢就用力一点，不受力呢就轻一点就可以了。给大家说一下使用的感受啊，首先它这几个轮子的材质呢是那种硅胶的，就算你这样子用力用大的还不会痛，还有一个就是它确实是有用的，刚刚我的脖子上面有很明显的那种酸痛感啊，用它按了之后确实可以得到缓解，有需要的还是可以入手的。 OK， 今天视频就是这，感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